想想好多人。我操！我一个没杀哥，倒了三次了，我想死了。你跟我唱吧差不多。不是的，一个没杀倒三次了，我都跟我出去，感觉我。家人们能不能留一个让我表现一下，我不想在龙狮森林杀呀，好丢人呀。没事没事，习惯就好了。兄弟们都在秀，只有我在挨揍。没破龙？没有。狮子被捂了吗？没被捂了，捂下呗。捂了。捂了捂了。狮子被捂了。榕树被人拿了，都没了，钟楼也被人敲了。感觉这把没几个人啊。我也感觉没多少人，都没听到屏，感觉我感觉有老六呀哥。这都被拿了，这东西这地方都被拿了。扩容没有？怎么扩容完了？没有。你们来个老六把我六死吧，我操，这条命我不想要了，倒三次了，等我再倒我赶紧扶不起来了。没事儿，少加分。扩容我给你带一个吧。可以。你连扩容都没有吗？走吧，不闪猫，走。不吧。弄起来，兄弟们。扩容需要一个是吧？对，我不老不老，那我这，我是一号。嗯，来了。嗯，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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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好，怎么连个背景都没有啊？蹦蹦蹦蹦。集合了，集合了，家人们。我这里有物资。快来找我，我们集合一下吧。倒计时了。哎，四号来不及了，四号。我感觉四号来不及了，我也感觉你四号还在那前。哎，我来不及，你把龙丢给我，把龙丢下来。没事，我们再摆一个。再摆一个。那。哎，来得及。哎。他一个人走了。OK， 来，你飞回来，你飞回来，快，还能飞回来，来，扩容在这里，一楼，你再飞回来，别等我们飞回，你飞回来，我们又开始了，哥，他飞回来，我们又走了，又来不及了 ，OK。快，十九秒，来得及啊哥，来得及，这下是来得及。等会又来不及了，我们走了。直接释放，兄弟们。OK。龙在谁呢？等会再丢，别丢。不会在空中把我们飞机炸了吧，家人们？没被炸过，这个没被炸过。跳，直接猛攻。
我发现我连个背景都没有，家人们。标记了一处地点。龙来了，给我给我仨。走吧，去游吧，家人们。给你五原子安慰一下，五原子是什么？这个车库有辆，哦，那是刷的。我们去找找人。上下城去逛逛呗。去这种地方很多的，S 城这个车库啊，这边老能找到这种打野的。还想要五原子？给你一大嘴巴子。也可以，等会再逛吧。下次就让他们帮我们收点装备吧。好，也去逛逛。逛不到的。能能能，信我。我专找狗啃奶的，我雷达直接定位锁他们。绝对找不到。绝对能，至少能撞个一队，说不定还两三队。好，S 人靶场这个地方人很多的。辣妹奈斯，这不是刚才在大龙石村里的吗？我四倒了，哥们儿，等会离我近一点吧。我带刀，我估计我救不起来了，那血嘎嘎掉。今天谁那个砸那个那个啥没砸出来的，举个手看看，帮你报销，给你们补助一点。一人补助十个豆，让你们再砸一下。OK 啊，一个一个来好吗？一个一个来，嗯。沙坡打滚，耍无赖。小机车，等我打拿完工之后，把这个小机车带一摸，直接美滋滋。后边那加油站好像有人。喂，我们先摸工的。嗯。来龙了。找他，来龙了，下，人秒爆他。这里。哎，带队友跳河，还有一个吧，四个人，找一下，就在这儿。哎，队友，别被人打逮捕了，哥，我开龙找一下。这龙怎么开不了？我开龙找一下。还有一个，他们四个人呢。差一个。啊？少一个。对啊，怎么少一个呢？他们是三个吗？是四个吧？我记得上面。对啊，对啊。四个。好，在这儿。前方有危险。OK， 看到了。走。在我这马上看到了，来，淹死了，八什么六四，这就比谁跳的会快了呀！他们跳到河里，我们打他们，这恐龙思路不行。有人，我那边这有人。OK，等我。等一下，沙坡打滚的送好了。几个？你大姑的冲一下。两个。打这个吗？打这个吗？怎么又来？后面来杀了。
开挂队，我操，我就拿了两个人头，我在里面一个人没杀，终于开荤了，这都没扫下来，都没上针嘛，我也没扫下来，我终于杀人了，还有谁？走，还有谁？还有谁？我的控龙思路可以吧？我的思路清晰吧？开枪那队，看我们停了，他们没办法了，四个人停，我们来来来，三个龙，三个龙，快，再拿一个。前方有危险。直接开龙走吧，我们开一条龙吧，别搞，容易出事。我知道，我知道，拿着呀。OK， 等我觉得他没人的时候，我们再三龙起开，好吧？三龙起飞，三龙戏珠。有车过桥，过车。啊，有人，有人，有人，这车过就有人，啊、直接干他。啊，行李也冲好了。把这车库的猛攻了，家人们。先拖下一瓶人了，牛逼牛逼！怎么了？别在楼梯口，咱要飞过去。来一队，一个倒一个。救！我直接飞到楼顶了，倒两个了，是不是？上上救我一下！快救！倒两个了，你们先打吧。最后一个，鸭子有自救，灭队了，救人救人！我操，我的人头都浮起来了！救我！还有谁？你怎么倒了？喂，冲得太猛了吧！没有，我这个谢谢阿星，谢谢阿星的三连同心卡，谢谢大姑的春日来信。对着别人打，看你们开的机枪在那对着别人打。他过车了，前方有危险。来，看到了。来了，他来打我们一个。这不大。这不追，有次，来，上楼，满编队好像，干他，三条龙，给他点压迫感，好吧 ？OK， 他停了没？前面，停了，四个，直接猛攻，我帮三啊，这边两个全倒了没？牛逼，他顶上！我操，一个没捞着，哥！我又一个没捞着呀，纯纯打工，我不该跳下去的，我丢！在那个楼顶可以直接抽吧？美鸡鸡，一个没捞着，呜！噔噔噔。上龙家人们，还有谁？这 AK 不升武器啊，是右手感好，左手上有一个，他那个机瞄没手感。你们龙信不信啊？龙信的话，给我换条龙。我龙换一点，换一身。我这一波一个人都没捞着。谢谢阿星的两个春日来信。我直接飞到哪里啊？这打得过，估计有。OK， 我来了。你要冠军皮肤啊，你都没有车，上面那个加值过刀，你都没有车，掉光头了，来光头了，这绝对有的。OK， 上面你看一下，有我再飞回来，我都没先往光头那飞。没有，没看到，先去光头吧。四方可能有。你们今天都没有抽过啊？要抽过，然后没抽出来的才给补助啊。看错了，不是，这是刷的。前方有危险。那边有车，没事，先捡空投。来上龙，直接嘎他，有车是吧？谢沙坡大哥耍无赖送的春日来信。没啊，看到人了，这个那石头呢？
他这干嘛呢？金鸡独立啊！本来看我们呢。有有有有有！我操，这几个好带呀、啊！我吐了，一个又没拉着。走，上龙，下一波快冲下去。腾空了直接。我打个样。你打，我们先斗了。再轰下去。完了，我这把跟上把一样了啊，一个人头没有。哎，飞机飞机，看到没？右上角。右上角是吧？打飞机走，看到了，家人们快来打飞机！我直接停车一波。哇，哦、又是打工，哎呀！这就很舒服啊、哦、那个飞机还在飞。纯纯的打工仔呀、啊、就。又掉下去了掉下去了掉下去了。来这边打出库可能上人了家人们。你们那边有人吗也对。等我换个子弹。换个弹。纯纯的打工仔呀我这太黑了吧12个助攻倒了4-5次助攻还拿个10几个这把估计加少分了还剩2队唱歌的我这边广场舞呗广场舞 OKOK、我不知道我啥也不知道广场舞不带 BGM 的男人还有2队我这有的来了等我们等一下稍等一下全速正在前进喂等会儿别急看到了那个车走了是不是啊来咬你了哇就又一个没捞着哦打下了2个我扫下来2个我又怎么又一个人都没有我要崩溃了我就还好扫下来2个失效了6救了应该没有失效了都没容了对来直接放闪包空降点这装个红点的话怎么发财呢要不扫下来2个我又一个人都没捞着哎，这些我要买冠军皮肤送的春日来信。看还有30秒不急在这边石头镇这边放吧左边有个在那跑哪儿呢来家人们放伞包吧先放伞包飞吧没看到啊等我的直接飞过去哎还有人机我丢舒服了是不是这个人机啊给他们打死了
我都来车了，等我们，我们空降，我们空降。伞兵，准备。就这一堆还行，我们标点标点，我们直接空降他。好像没有我们啥事了。标点标点，哦，下面金马，直接空降他。看到了，看到了，三个人。没啥事了。直接不，有我们的车，他们三个人。我直接录。好的。喂，等我。没事儿。就这样。不错不错。14个助攻。嗯，加了13分，63。我怎么感觉今天上分有点慢呢？没有昨天上的快呢。63分。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这把好远啊，兄弟们，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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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就退呗。咚咚咚咚咚咚咚，嘟嘟嘟嘟嘟嘟。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OK。上个厕所去。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谢谢用户66824731送的办卡，谢谢。哎呦，差点反向点烟呢。我把烟屁股那一节含到嘴里面了。有没有一种逛超市的感觉？特别是过年那一会儿啊，你基本上去超市，你就能听到这首歌。有没有多余的车币600买一个？有啊。对了，我还有2个车币呢，你还提醒我了，我不卖，送给你们。有一个要来，有一个要来，给他们脸了是不是？没有啊，没听到脚步啊。
完了，我操，我们这都一个枪都没有，哥，有把枪行不行？对呀、啊，能不能给把枪呀、啊？我丢。好穷呀、啊！砸了2000豆，哎呀，我的天，你还不如去买一个。这2000豆可以直接硬抽吧？硬抽都能抽出来一个币、啊。怎么这么多、啊？我就蹲在这里面了。别用，别用，别用！外面好多，压在后面。我丢了一个压威。在哪？这边的图书馆也有。前方有危险。外面。好多、啊、外面。出不去的。出不去，回来。必须得在另一边抽。他们跑了，他们跑了。没事，我要给救，再爬回来，爬回来，上面的房子在架我，爬回来，爬回来。有小药没？嗯，有。啊，我有，我有，我大药都给你了，我屁都没有了。进里面哥，不要在外面了，太乱了。来来来，上来五个龙发喵的。这边图书馆有人。这边图书馆有人。嗯。走到楼梯上来。你们俩出五吧。我没压，没压，没压了。呆瓜还敢减速，他是头大了是吧？哇，这有个急救包，你们都不捡。钟楼跳了一个，跳到左边房顶。阁楼还有吗？左手阁楼还有吗？有的话不知道，刚开始有一个，我不知道人去哪了。没事，反正有无敌他喵的，直接那啥，直接冲下去给他打了。OK， 你们冲，我捡个龙，我捡个物资。来干他呗，走，有人就猛攻他呗。没人好像，没了我先。我上楼上楼里呢，没人。我来了，我在我在我在。来来。中楼的人刚才已经往下面跳了。中楼是楼顶还有。看到了。我来了，猛攻猛攻猛攻上楼，直接猛攻他。下面人就雷开你，我操！把我人头救起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好，又来了！好，有一个，不都牛马吗？来送 KD 的，把我人头扶起来了！我去，他六救。刚刚上来，刚刚扶起来。那个室台还有人呢。哦，雷雷雷！我别楼顶别待了，我又吃雷了。你们可以在楼顶露个破绽，让他们猛攻你们，然后我在这坐斗余温之力。这方的标记了一处地点。两个，两个起步。我打懵了，我以为是队友，他跟我一起跳出来的，我以为是队友呢，他怎么打我，搞什么飞机啊，
我第一眼看成那是队友，哎呦，都没打。就背气儿。确定吗？嗯，暂时没看到。这有背景，你要几背？你们怎么又开始掉了呀？我有背劲儿。不闪包了吗？走吧。不闪包吧，不闪包吧。我不冷不冷。来找我，你们。算了。谁的麦回音哥？啊！啊！六子，我来了，等我一秒，我操，六子哥。六子哥，请你坐下一趟飞机，中大奖。在哪个楼啊？你死这个楼吗？这我他妈去哪儿啊？六，没事。哎，快回去。来得及吗？16秒。狮子舞了吗？狮子舞了吗？五过了。来得及。我们直接去光明顶等你啊。OK。对，光明顶等我们马上就到。来得及。你个倒霉蛋，六子哥，六子哥，请你坐下趟飞机，坐伞包关。没有人会永远等你，只有老六。烦，哎，装备啥都没。没事，我们都不加带你打装备。你在光明顶那个岩石旁边，有人来了，你就直接跳河。一，快来，桥顶来了，桥顶有人吗？对，在对边还是在哪边？我看在哪边可以把他抽了。是人的，人的船。在哪边标个金水标呗？啊？啊？对，这不是你打你那个吗？操！缘分啊啊！一切都是缘分。这原本要走，那不就被你领了吗？那没人让我赌桥去了。赌桥吧，那就赌桥吧。又是赌桥，我天啊，人们！你们子弹多吗？5.56的。多，等我给你分满。OK。这兄弟好惨，被这个老六阴死了。然后落到这个地方又碰到了一个老六了，还好他把那个老六打死了。几号？三号吗？没打死的话，就我加他。他一定气疯了，一定要赌一波巧巧。你看，你趴下的话，这个 MG3这个支架，他就。自己就撑下来。我需要子弹。当当当当。嗯，谢谢陈哥，谢陈哥的空中马车。什么鬼？他还能给你捞个人，你死了果然有好处。
看来就整个今天白一点啊。在这个位置堵枪，这比鲨鱼堵枪还恐怖。来龙了，左边加油站。哎，你们看到没？我的枪口在动哎，看到没？别动，别动。嗯，看到我的枪口没？那枪管是在自己摇摆，看到没？往左边开了，往左边开了，前方有危险。看到没？他为什么会自己动啊？他要不要去？他要，感觉他要过河。嗯，你看，是不是往鱼村那边跑了？你那看他，你们那看到没？这饥渴难耐吗？桥上过来车了，慢边。死完。我操，在哪搞的大集团？钟楼湾。牛逼啊！我这陀螺仪我都赚废了，哥，我直接一波陀螺仪把拼盘都换了个店。有一刀，有一刀，没打他们怎么回来了？哦，圈刷回来了。来了我们该反击了。你看，现在动得更明显了。我按耐不住了吗？这个饥渴难耐的大枪。我这大狗大佩恩大鸡三。很神奇。哎，趴下他就动了。走啊，开龙岗上去，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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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起来他就不动了。我攻起来，我攻起来。既然双回来了，就找人杀吧。刚才那个龙可能在这边迷宫楼。有好多。在。刚停的车，车上面还有两个。嗯。摸一下，一个没捞着，我就。烟来。走，下一波家家人们。走。自由器捡了吗，兄弟们？我没看到，没看到。捡了，我捡了。OK， 走吧，那就。看到。刚才那条龙去哪了？刚才这边有条龙的，往鱼村里。这个辅助瞄准啊，有些时候挺好的，但有些时候就。前面有烟。哎，打起来了，可以停方点儿。这边就可以直接抽人头，看到没？倒了一个。三炮直接补他一个。来上龙，直接干他！房顶有个人。那个通风楼房顶也有一个。威少走。有龙吗？有，前面就有个。来车了。不多，来车上人不多，应该是队友。来上龙，直接干他上龙。这个没。看没，这龙跑了。我们再上。我操，就没了。打哪呢，哥？不知道还有吗？不知道，没了吧？嗯，好像没了吧？支持没了，我等了个支持。我你漂亮，一个没收到。
我也没一个没吃到，我就在抽了两个人都补了一个，打倒一个。土匪好棒！都是土匪，我丢，这抢人头都是嘎嘎抢呀，丢。走呗，上龙呗，下一波架呗，家人们。我停了半。OK。刚才闪包又，我先丢一个，我都点点子弹。来点清醒我吧，清醒。我捡了一个，不知道还有没有。走，杀人了，哥，不需要我把了，抽啥把？直接猛攻。这一半边人都杀完了，估计剩余的人在那半边了。嘟嘟嘟嘟嘟嘟嘟，这圈怎么又阴阳起来了？嘟嘟嘟嘟，啊，不知道。啊，这个圈有点阴阳圈。光明顶区，没车我们。这龙还有多久？家人们看。光明顶应该没去，光明顶有人，有人，别急别急，就我看一个，我狙老准了。OK， 我就是你。趴射了哥，他要趴我们。这个。哎，别给他们点了，反正人不多。来来来，上楼上楼上楼，直接空降他。干干干，冲冲冲！冲冲冲！别打药了。在救人。我直接停他脸上，我都懒得停楼顶。二哥在哪？没了吧？就俩。还有，不是直死的吧？我没看到直死了三个人。啊啊！掉到，差点掉到悬崖底下摔死了，我丢！是不是在锁喉塔呀，哥？哎。我去下面看看。哦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他在这里，他在跟我 hello 哥。我操！我这个耳机直接掉。啊？你说什么？喂？他耳机又掉了。倒了，可以猛干。前方有危险。龙呢？小心头上，小心头上。你们开闪包。龙在三号。前方有危险。龙呢？龙呢？过不去。三号，三号那里。他去那个数据线直接掉了，你知道吗？我就直接卡了一下。冲冲冲冲！前方有危险。来上楼，上楼。这点那里，走走，冲是吧？前方有危险，看到了，猛冲猛冲！他打哪里？他哥的撞死你啊！还挺聪明。我们直接扑向他脸上打的。都打死你们！算了，救我吧，不自救了，不浪费了，枪真马，三二三，猫一还是二，真马，标记了一处地点，枪真的马，跳回来雷来了，橘色的枪，家人们，这龙还有一分钟，这个车要不要保一下？保的也先过墙啊！啊，不用过墙了。过什么呀？渔村嘛，再去渔村那边的，再去迷宫楼楼顶吧。来来，那到了，迷宫楼楼顶。
这车一半耐久。发现迷宫楼那边可能会有人，直接凹猛攻拿。没有。站好，应该有人吧。龙不能用了。要开个蹦蹦吧，这车他喵的一半耐久。开不了了吗？前方有危险！车车车车！标记了一处地点。过特斯拉。前面有裸狮子，连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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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狮子咬，把特斯拉咬了。狮子在我这儿，兄弟们。来了，我们没车，我们没载具了。没载具。嗯。我们那个龙用不了了呀，那我开吉普接你们吧。看好这个包有自救。标记了几百敌人的箱子。拿了。你看你开我接，我开吧。你坐他吉普吧，要不你坐他们吉普，你下车吧。行行。你个美老子，头屏断，又断。完了，现在怎么跟你们打开不了头的呀？好几波我都没杀人了。十二宫有人，迷宫房，二楼我刚好看到一个，不知道是不是看错了？我好像看到一个人。倒了倒了倒！我操，直接趴出来给你连打带补了哥。这么凶狠的吗？开光！开光！我听到声，听到声，放放放！嗯。死完了。海边有人。脚下有一个车呀。牛逼，海上有人，搞两个。他们不在圈吗？他们还在圈吗？丢，不好打。我们打他们的后面还有，就他们四个了。没有啊，都死了。就是四哦，还有五个人。会有点惨，肯定个逼连打带补，我丢。是吧？就剩海边那几个人了。我操！我操！啊？就他们杀了吧？就剩海边上来了。嗯，不用管我，不用管我，我自救。别跟他对嘛，他们跑毒，他们在跑毒的，放老子。拿把破狙狙的，对你。
他们是三个人吗？我怎么感觉就俩呀？这呆瓜。谁的呼吸声啊？我的天，这么急促！谁的呼吸声这么急促啊？所以他们不会跑这个毒的，还不有用呢。近点那个死了，就剩远点那两个了。估计不会给我们人头了，哥，在毒里面要毒死了。这狗分仔不给人头，可以扔到打了个绝对圈，捞了一个人头，还有一个补分啊。就捞了一个十二分，十二分，今天已经封神了呀，估计六四是吧？我看看，够了，你再打一把就够了，六四，再打一把，再打一把，再打一把就够了。我还得打，失恋的板，昨天不裂开，我今天也够了。看，等一下，那个三十原子，我这里就有个朋友要了。OK OK。我和这个人玩过吗？没玩过，没玩过。丢，我速开出这个 FW 好吧，我真服了，不丢。什么是狗叫哥呀，不丢。我真服了，真是的，我今天误会了你好吧，真是的，我真服了，不丢。哎呀，舒服了，舒服了！哎，表弟，无规则就狗叫一声，有点难受了。无规则，无规则谁？就这二号是谁啊？喂，就那无规则狗叫。二号有危险，大帅逼！退吧，这把正好没那啥。这把没。二号，听我无规则你，我就。卡呀，我失恋的吧？不是吧？好吧，好，我真服了，我丢。好像不是 T 九哦，我只想起来了，是那个 T 九的队友吧？是不是？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二号是清风吗？喂，二号是清风吗？不是，谁啊？不是啊，我是恩恩啊。我丢，你个 FW， 我直接真实你好不好？好，我真服了，我丢，我直接无规则你。为什么我直接一直跳网啊，无限跳网，这么快就暴露了吗？什么叫无限跳网？你在搞什么？你在搞什么？他说话怎么这么快啊？我你神经病，你多少张脸啊？低调点，快聊低调点。你在搞什么？叫我低调，就是你在搞什么？
城市你给我压点城市，我点我真服了城市，我点因为那个什么，我妈头要大了，我直接捂着你们三个好吧，叫了，我直接捂着你们三个好吧，我真服了，别给我叫了，头要大了，能飞到吗？能飞到吗？兄弟们，能飞到吗？能，哇，两小白一，前方有危险，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我给你个 FW 六，打了好多人掉分，我真服了，我给你 FW。辉哥啊，我刚才顶端打他真的掉大分了，他妈掉了把34，掉了把24，我真服了，两把才50、58，我直接裂开，他反手直接去打喊我了，不丢。喂，怎么不说话呀？不丢啊，我也挺干的，我真服了。你话能不能少点啊？下马马上给你串了，我跟你说。不丢，你再搞什么？你再搞什么？我直接给你开除好吧？我真服了，不丢。你再搞什么？我这把直接埋汰王好吧？他嘴皮子好快呀、啊。他的嘴好快、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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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法我不信要来了，没有看到斗鱼官宣啊，这斗鱼都没有上，要不然下马真给你开除了，都没有上那个，我就真实你好吧，我这把我就真实你，我就服了，我看我怎么真实你。噔噔噔噔，你那么多少三年？我早上被木易真实了，我真服了，我就二倍木易还差了。好友分，这不需要，需要那五分吗？对吧？缺那五分吗？我俩这么高、啊，你会飞伞吗？喂，三百伞，飞能直接飞进去了，感觉能直接飞进去了。开高点，看得清楚，哪里没人落哪里。就你能看，我丢，我直接开透好吧？我就服了，你加不了 FW。我刚团进遇到电视哥了，我直接给他翻车，加好友一顿骂呀，我就服了。我丢二位，你这闪飞的，左边怎么还有三保一啊？我真服了，直接三个人呢。以为打追猎呢，我都有一保三。我后小下有小下有一个小飞四房吧，喂，飞四房就能操作，说实话。飞四房吗 ？OK。四房就能操作。飞四房吗？我感觉飞可以飞里面直接拿物资啊。四房有人贴呀、啊。有人贴。把贴了，把它贴了。我们贴。那就打吧，那就打吧。你往后面房子飞。你们往后面吧。哎呦，卡闪了，我操！打一个，这个楼打一个。干他们，干他们！掉了只大残，枪死！剑魔攻他们。三个都死了吗？都死了。三个都死了。我把这东西拿装备吧，我都不想去外面打了，先把物资拿了，外面全都得。我去，你们去。下面降他，下面呗。我先去拿物资了，没必要。我跟你说，拿了龙什么都好打，有人我操，老六。我降他下面。没有油包啊。我这边还有好多。下面两个队在打。不到一个位，我这还有两个，来帮我一下呗。我流死了。你只会 K 头吗，表弟？你只会 K 头吗？小布，不是楼里。前方有危险。我在下来。我妈三个全，四个全杀了，全死了，嗯。他跳了喂。那我们去拿物资。Go go go。我们先把物资拿了，里面外面都得死，不急着去搞那两个人头。我真服了阿威，你 FW， 你只会配头吗？不想听你狗叫，今天不想听你叫。
六。哎，上马好亏呀、啊！我他喵的，直接被连场带死。嗯，你上马扣分了吗？谁叫你是个 FW 还玩狙呢？我丢儿，你的狙就应该给我，你知道吧？你个 FW 怎么敢玩狙的呀？直接被人真实了。刚刚把那个搞了，我们来直接把龙五了。还有你那边还有人吗？我们这边没啦。怎么没跳人？我丢儿。外围很多，先把城里装备拿了。那外边的都得。外边还有吗？拿有，拿了，后面三分。来来来来了。许愿树你们拿了是吧？拿了，都拿了。有狙吗？就顶什么枪啊？什么枪 ？AUG。AUG 你捡了吗？没捡。龙五了吗？龙没狮子五了吗？大五张。这个没五，没五，没五。咱俩去五。一个没有杀。一个都没杀到。哎呦，你叫狗叫干嘛？我真服了，喂，你这是二杯，我真服了。你才是狗家哥，好吧？M 二四拿什么 M 二三？你这是我昨天晚上和那个 FW 狗家哥那个王小宝打，你知道吧？我就贼能叫，我真服了。任少现在都不捡狗杂了。没看着，不是你不应该都反正都在我手上，你不应该献一个殷勤说你故意让给我的吗？真的是一点情趣都不懂，不是要情趣 OK， 我操，我操，情趣都可以可以，我操，扛不住兄弟们，就是情趣天花板好吧？确实，必须的，我就是第一。来，我们开龙去找找吧。这上面有个三级包，前方有危险。二楼那个箱子里有个三级包。OK。啊啊啊！真的舒服啊！我就阿伟，还抢不过我这个四百延迟网呀！我真服了。给我，真的，你拿没干用。W， 我才不给你。哎，龙，哎，龙在你这吧？我没捡到龙。在我这儿怎么？啊。那会没捡到，就你确定 ？OK OK， 下马开出。OK， 六，你敢开出我？我直接五倍扔你，好吧？喂，你敢开出我？推荐应该是有的吧？走吗？我就有那个啥闪包，我丢了吧？没有用。喂，你个 FW， 我真服了。抢不过我四百延迟我丢，阿威你冲 FW， 没人了是吧？这怎么有个车？哎，这前面的车，这车我越哎两个看到没？两个看到了，他们过来了。牛逼！我丢，城市怎么杀那么多人？我真服了，兄弟们！为什么我杀不到人啊？我真服了，城市你个 FW， 我真服了。英文点啥？你心里不清楚吗？狗超哥能不能低调点？你给我低调点。丢，让我低调点，丢！你是真丢呀！我直接狗叫你好吧，我的不是我直接真实你好吧，我真的。OK， 直接狗叫我。OK， 不打吗？直接狗叫我 OK 啊，走吧。我直接真实你这个农村人好吧，我真服了，我丢。不。喂，我操，我狮子没拿喂，我真服了。二杯啊喂，我真服了。喂，就你妈你狮子给我呗，因为你没用不行。你怎么就不爱玩狮子？不交喂。嗯，放闪包呀？没人放吗？嗯、我没有，没闪包，没闪包。我来。单机包搁哪儿呢？就诚实，还有不？捡了，嗯，捡了。我丢，我真服了，嗯。AUG，AUG，AUG， 打没？把斗单给我换掉，兄弟，真的，你拿真没用。
我有用。你延迟这么高，你哪有啥用？我靠延迟战神，你是在嘲笑李莫哥吗？我丢，你是在嘲笑我李莫哥吗？就你啊！走走走，我是李莫，现在用着以前的名气混混队伍，我就是。阿威，你就是个 FW 好吧？阿威，我丢。你他妈话能不能少一点啊？像把灯开除你。丢，你平时走路不说话，你有社恐吗？喂，我真服了。就是说你现实中有社恐，你网络还有社恐，我真服了啊。大人们，我这把给他拉小点。这个地方有人。他像个唐僧。直接去海山站点，你要去打大仓可以也行。去大仓可以去。站锤子点。大谁跟你说的？直接反攻好不好？阿威，你直接给伤害掉掉把大分，我真服了阿威。毁浩哥，毁浩一哥，阿威，我就兄弟们，直接避雷，直接避雷，我直接发抖音避雷。有人有车，哦是。没有，车直接开了，我真服了，兄弟们。没有，看错了。前方有危险。有车，对。勾引过来，勾引过来，勾引上。我下车开，我下去开两枪，你们别急。开枪。嗯，开枪，开枪。来了，回来了。掉头了。那边，我靠，去摇恩了，快帮忙，来上车。你有东西吗？真实快快快！快！不要被真实了，威哥要被真实了，快！来了！我丢！这个 FW 我真服了。哎呀，都是你上车怎么这么慢呀？人头都没了。给了拉小亮。六。等了你半天。等了我半天，服你的，我就你个 FW。真服啦，一个人头都没有。走吧，都淘汰完了，需要什么人头？诚实绝对开了，兄弟们，啥都不说了，诚实绝对。激光呢？哎，我这里有物资。你看我看你长得就像个激光啊！喂，我真服了。走，你给 FW 啊！后面来分嘛，往那边开了我就。在没往大瓦房哪里开呢？追他！龙头！前方有危险！哇 ！L 房，你直接插进路！前方有危险！为什么我都拉这么小了？他的麦怎么越来越大声？别咬他！哪里？我操，一个都没有，服了！真正打工的。哎，现在少车多少三连输啊！我的狗杂，我操，这样输出一个人都没有。噔噔噔噔噔噔，有激光就喂。噔噔噔噔噔噔，捡到了！我丢，诚实，你们都有这么多人头丢，我才两杀，我真服了，不丢。有没有那东西啊？喂，你个没有那东西啊？喂，我真服了，你个。诚实，你个没用东西开车呀！我丢，你个没用东西，诚实，诚实掉线拉闸了，诚实开拖拉闸了，我的兄弟们！哎，你这上面会不会烧吗？喂，烧呀，试试看。别等他回来，他要不然直接烧带补了。阿飞，这样的，我丢，小学生行为啊！诚实，我去你的，拉闸了，我干。诚实啊，你，我干。他的话很多。对，放去个吉普。有人直接开透，好吧？他说一天的话能抵我一个月，我感觉。妈的，耳机掉了，直接跳高了。耳机又掉了。后面有车，前方有危险。行了。把楼里这个人先抓了。楼里有吗？背坡有人。猛攻！我被夹了，我操！国旗。左右拉开，上好多，拉不消了一波。我打哥，哥，完了，丢了。几个幺号？我操，我裂开了。我就。哇，这狗杂这腰射真垃圾，我丢。分烟就二号铺个烟，我们铺。再铺两个。丢。
我问你刚才没烟了，手里还没有。这就来收了一本儿。哎呀，这不亏了，我丢！上去他们直接昨天拿卡进来砍楼梯的。没有，我用妈给没子弹，我上来打到两个，城市那个他们家的，我用妈给让他打两下，他没对付我。我直接把雷和火都往他们扔上。哎，我这狗杂钥匙没射死，没打过他，不知道。这狗杂钥匙好好买。啊，你要把那个打过，我就能把另一个给偷了。哎。我以为你打过了，感觉说我都赢了的。没打过。开狮子跑了，开龙跑。我操！哎，操！哎，我的，我没打过。这是22KD，皇冠22KD这个人，我操！没有带老板的，带老板的，我没打过。没事，他喵的。从这个号加个好友，同意一下。嗯，没事。血亏。哎，我没打过，我丢，那就没打过。那个，这狗杂钥匙好买啊！我以为他打完，你知道吗？我喵的都打药打完了，哎呀，他妹的。打了好多次啊！哎，我的马了，我这狗杂没打过他，我急了，我该直接开龙拉个枪线，这对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表弟上去加油，特种兵。哎，表弟他就是突破口，他除了就会拖拖气盾。我直接分了四颗火，他直接跳上去打我，结果你在排楼里的，我不知道你知道吧？我看谁跟着我一起上线退吧。退吧，这马太远了，走吧。嗯，主要是。你能不能话少一点？被真实了。我这波对我没打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话太多了，扰乱思路。哎呦，打架都没说话好吧？你个二杯亚威，我真服了。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狗杂再拿一把，好买，真没给你给你打倒。我现在压着那个分数线呢。嗯。在狗叫什么位？我看你们打倒了一个，然后我想最多又是经典，没意思。又是经典。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早了，我应该会一分钟。这太快了。噔，裂开。嗯，哎呀，还是经典。怎么说？小板经典。随便。分数线52，再打一把吧。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本来他吧30分，现在又差吧40分。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扣14分。打冰雪吧，嗯，表弟，你只会狗分吗？门钩怎么上大分？门钩怎么上的？
打特种会，明天开始就有特种了呗。二十五个，不打。我抢吃的还是抢吃啊？都有人机，我抢什么？抢吃的还是？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噔噔噔，安静一会儿，让我静静。FW 酒店不提供他妈椅子，我真服了，只有沙发。在 FW 酒店，我真服了。诚实，你 FW 你搞什么飞机？狗叫哥真能煎熬，我去你的！不叫一哥，我去。哎，他的声音怎么一下变那么小了？能问我可以劝你 W 六吗？哼。我就把你卖逼了啊，他说什么？他跟你说 CP， 我可以劝 W 吗？我可以劝你 W 吗？啥意思？当然投到他，就劝你 W 可以吗？ W 什么意思？这丢儿，你真是个农民，我真服了，你不会没有 W 吧？我低保淹死了，我操！三个，我就阿波去捡低保，我真服了。把狮子补一下了，龙舞完了，完了。没人来啊，阿伟，你的狗叫什么呀？龙舞完了。喂，我昨天晚上劝别人 W， 你知道吧？就劝那个妹子六十，啥意思？我又说我是陪玩，你知道吧？然后说就说31把，他直接给我转40，转60打他半把。哎，妈的！打屁喽！打屁喽！哈哈哈哈哈！别听我，别听我，把我回来了！你们吓死我了！我操！喂喂！
我操！我操！我他妈直接吓死了，喂！我他妈真服了。泰隆接我一下，泰隆接我，不然我被震死了。泰隆，泰隆接我一下。我圈你 W， 让我接一下。W 让我接一下。火速火速接我，火速接我丢！我真服了，他妈这二杯给我吓死了，我操！差点他妈尿裤子了。我这边龙台这边来人了。来了，我来了。刚才带我去舔了，包哥，你别直接猛攻，我没卡，没卡就。人机好像是，不知道是人家的。在哪？在坡下漏枪了，他是人机。哦，人机哥。真人。一枪倒，树那个一枪倒。我给他逼出来了。我脸上有个。我脸上这个很残。前方有危险，标记了一处地点。没看到。没抢围墙，我没抢围墙，看没，很笨。为谁偷弹？我练上。前方有危险。怎么说？我脸上石头，怎么说？这队人很。我脸上石头，最后一个，他要来补我了，出来了。回来吧，还被队打了。真是回来吧。我能直接回来吗？喂。能，我能直接回来。你死哪儿了呀？我死那石头那了。哪个石头？死了吗？他前方有危险。没事，我在树后哥，两个，可以偷。走。圈大，别补。你怎么敢来龙狮城的呀？你这 FW， 我真服了。你在管什么？我被那个门，我打你术后那个被他偷了。你在管什么？我这个人不容易说的，他把我偷掉。妈了个巴！还有你那个 FW 穿个小白衣，你在管什么？老刁了。怎么敢补我威哥的呀？这队绝对要回来整死我，你信吗？喂，绝对要回来整死我。我要搞的是啥？那个拉小点。我丢，全是接掉线，这倒是小子。我来舔鸡王。这队 FW 我真服了，怎么敢的呀？他真的说一天的话能抵我一个月，我操！我可以给你大嘴巴子。我把龙给你了，别叫了，我操！我这里有来，把龙给你。哟，我操，有人机。带我跟踪一下人机。一人一个吗？我靠，又要被溜了。好了，你怎么敢的呀？你个 FW， 你怎么敢的呀？你怎么敢偷我的呀 ？FW 啊！别吵，今天有的，有人吗 ？OK， 那把补了，我拿子弹。有，我这龙上，龙上面，他在上面，龙顶上。接我，我丢，你搞什么飞机？我们三个把他抓了呗，直接上龙军。他应该是飞回来的。倒了，别补他，真是个 FW 这个人。他的哎，我们为什么飞不回来？他能飞回来啊？每个人好像不一样。这样子吧，我记得每个人好像一样的呀，应该是。不一样吗？队伍的好像是一样的，是吧？走吧。猛攻起来！别真是！哎呀，我操，被这个老六给偷了，掉一张卡，好烦呀！扣15没算。我操，别恶心啊，表弟，我要裂开了。别恶心，我他妈本来就掉卡不开心。我妈真的，我要裂开了。下马开除。哎呦！我去你流星！下马必须开除，我第一个。卖币了，
卖币了，卖币了。哎、你跟小学生，你在搞什么飞机啊？他在喊打咩？打咩打咩？打咩打咩？人家不是小学生，人家是女高，我是女高中生。打咩打咩？发了一个巴子。本班有没有闪包呀，哥哥？走吧走吧走吧，开龙走吧。不闪包吧，直接走直接走直接走、走人。走呢？打咩打咩，威哥你好凶，他打咩打咩。这个表弟卖币了吧？我丢，好变态呀！这个币。为什么要逼我们呀，哥哥？为什么要逼我们呀，哥哥？我这里有物资。表弟一来，我都直接裂开了，我丢。为什么要掉打？一天都没掉分，我就表弟一来我就掉打分。六，什么鬼表弟？你在搞什么？真是那个奴才，真是你好吧？我就在叫。我操！那简直影响我打到陆赛对象，头给我搞大了。外层 driver。不要让我裂开了，表弟，求你了，别叫了，我好好打游戏，行不行？你这个有什么？你这个有什么？我刚站那个位置可以蹲着走上去了吗？真的吗？一只狗叫，诚实了，我直接给你真实了。没叫人就被开了个龙，应该是。哦哟，不拼被开门了，感觉像鸡儿。那什么，变得蛮花的。表弟，你就是狗爹狗叫界的天花板，真的。六，归零，666666。前方有危险！有危险！人机，人机，后面有人机，有人机，有只鸡，有只鸡。标记了一处地点。哦，有人给打了，给打了个 FW。他妈在无敌楼里面打。别让接楼梯。四个落，没事，就 FW。那直接上无敌楼了。两个，等我。就。别。别！四个人吗？对。这一次了。看到了。来，我可以上龙，上到楼顶来。别开了，我们喝一波。个人，二楼有一个，我操！好了，你别打了。我操，你没跟上来吗？对啊，下去了。你没把我放上去。跳了，下面跳围墙外。你没把我放上去，你把我甩下去了。喂，你把我甩下去了。再往前开一小半儿，我就上去了。说了有四个人，别看了，其实一帮粉红就在很呆的，结果发现没人跟我，我应该干嘛呀？我好菜呀、啊，我又没打过，这个就差一枪倒。对啊，他就一枪。喂，别狗叫，别狗叫，主要就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家去了。真实吧？会不会真实了？我就是对打补分了，27分，我真服了，直接洗地大掉了三楼去了，三楼碰到个人。没事，裂开了，完了，表弟一来我直接裂开，我丢。表弟一来妈直接掉分，表弟的多。我操，叫的头疼呀哥。是，走吧走，碰头去碰头嘛。我看楼顶就一个，我帮你打了两枪，你应该能打得过了，然后。
我就去，我就直接掉到三楼去了。他又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楼顶他，楼顶那个我打倒了，他又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就差一枪，又来那个我打了就差一枪没打过，楼顶那个我打倒了的。难受。我看没事。哎，我操！我有张不带分卡没弄到，找到把弄张不带分卡了，去他六九，无所谓无所谓。我看他掉多少分。这空投他喵的警察局楼顶应该能架到吧，架一手吧。架一手吧。妈的。要俩人不敢猛攻了。能驾到吗？嗯，那房间来了，玩家。有车来，这谁敢来捡？捡一个死一个，来车了，来车了 ，C 楼 C 楼，停马啊，停了。直接不动，直接不动，打马六。那他们也停不了啊。他们有龙的话，有狮子可以停。看到一个，出来一个。教堂去了两个。当场楼顶给他连打带补。嗯。啊，不在我们这边，这笨蛋搁那收东收起来东西了。他准备上楼了，哎，他准备开车。咚咚。他想过来。这个想法，他们想过来，不会吧？他要开上马路，埋伏他们一手。开上马路直接真实了。来了来了来了，往我们这来，来了来了。我救你，我救你。上了一个，最后一个，直接冲，直接冲！哎，我操！他怎么给你连上带补了？我丢！我他喵的！我真服了！啊！没事，哎呀，大喵的，真服了！我打不到他。我以为我看了，我看你那图标跟上，我怎么看那啥，没打到。我好。这妹妹还嘲讽，气死我了，破防了。我好，只剩我一个了。要不你们仨出去开吧。我等一下打了这把我就不打了。好，嗯，你打。OK， 拜拜。拜拜。这把为什么扣21分啊？哦，好，只剩我一个喽。
狗分狗分，哎，看到个人。这神仙枪法，打到一枪，他应该不会生气过来干我吧？接杯水喝一下。拿龙上面那个空投，啊，对，那有个空投可以去拿哎。等一下好吗？等一下我回去拿，说不定有把 G3 呢。说不定有把 G3 呢。滴滴，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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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啊！哦，破九零也还可以啊。我操，我丢点啥？好像没啥可丢的了，要不丢点五五六吧 ？OK， 我的五五六是不是有点太少了？一头，哎呦！我还以为这个可以靠惯性把我给甩进去呢，我还想表演一个杂技，依靠这个惯性直接从窗户里面钻进去，看来是我想多了。这局结束，去大豆山，我上个 YY。We can baby, we can baby, be all right. 好，一月跟皮老板又来对套。哦，这又套上了吗？这是？哦，你好了是吧？没有没有没有，还有23个人，只剩我一个了，战神局单色，决赛圈，23个。我打认真号给你套吧，认真号套吧。你为什么每次卡的点不准，迟到这么久？最后一把上战神，最后一把本来上一把打完就可以上战神了，就稳了，我操，结果扣分了。这把不吃鸡的话今天又没戏了。来，鸡蛋，你开房了吗？你弄好号了吗？应该，我来出吧，我挑战你，老师，我开了，使劲杀吧，多杀点。龙过期了。来一堆呆呆，捡着空投，必给他连杀逮捕。他们在打架，应该在城里面，还有一堆俱乐部的。前五了，那里俱乐部都嘎了，啊，这一堆挺猛啊，11个人前五。
这后半截好像都没人了。嗯，看到一个，这个人要进圈，可以把他卡死。开什么龙？龙过期了，这两个人，不止一个。他们应该有车。双人跑车。没说他们会去捡这个空投吗？我感觉这个方向可能要去捡。不捡吗？这都不捡吗？这都不去了解一手吗？好兄弟，空投啊。这这么硬的吗？收起来了，把车开过来，而且要过马路的话还可以用一下车。这一堆不简单哦，图里面读到一个，
不急，吐个蚊香。别慌，别慌，慌什么？别慌啊！14分啊，美滋滋。Wink, baby。愣着干啥呀，扣不溜啊，哎。还得是我呀。哈哈哈哈。好好好好，打大陆赛去了。今天直播间扫码，准备好你们手中的手机。扫个码，OK OK， 我好了，我好了。OK， 我马上结束。今天被打惨了。晚霞像年少的恩华，铺在天空灯海鸥它。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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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换个衣服。这是谁扫的？这是。号主代码，号主。东方飞龙，冰川特警，来个冰川特警吧。你看他吗？他能在空中打我这么多枪。很离谱。你看。OK， 六个幺，一个五，一二三四五六。再看一眼，行啊，来嘛，来给你们十秒钟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平时不都是五个头左右，五六个头 ？OK 啊，操作一面板和操作三面板。今天被拉满了。看一下最后一个你怎么跳的？等一下，换个号。合拳啦，你把合拳拉上来啊！流星花，流动的小路，流动过风霜。结束了，结束了。打完了吗？我也结束了。换个号。不跟他们玩了，他们耍赖。好，我退了。我。
么放个号，稍等一下。下次再虐你们，这次先放你们一把。啊，等人找号要稍微等一会儿。全昨天什么大全？嗯？昨天什么大？平背了呀。我知道平背，我说你昨天输赢。输两三百了。差不多吧，能稳定啊，我的。这个终极鼓励是谁呀？是我是我，我是终极苦力。嘟嘟嘟嘟嘟嘟嘟。没事，我今天先打一下他了吧。刚刚他回我了，你刚没回我。OK 呀、啊，来，哥，干，咋了？背包换错了。我手下次别放水了，下次我不放水了。这首歌叫做不认识。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我需要武器。我掷出了一个点数，我掷出了一个点数，我掷出了一个点数。加个彩，加个彩！我掷出了一个点数。五点。今天状态很好。你跟皮老板，就是我跟峰峰啊。OK 啊 ，OK 啊，真的。鱼吧的歌单是几万年前的，谁有回音啊？谁的麦有回音？谁开的 YY 啊？我看看，我没开。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我都给你跳了吧，你是不是跳慢了呀？对呀，我跳慢了。客户，着都着了，我感觉着都着了。你又去了，我操！玩的呀，嗝屁一半了，这样。这去哪呀？这大哥。来，我上旁护你们周全，保护保护，幸亏要死了。啊！还好我捡了一张卡，我操！你跳了什么鬼闪啊？飞慢了。还有他妈比你跳得更慢的，结果你敢信？还有跳得比你更慢的被我碾死了。
哎，这感性啊！很惨，我操！还没开始就结束了。都不敢进去怎么办呀？谁能保？豆饼又断了，稍等一下。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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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他妈有人了，这么快？怎么这里有人了呀？啤酒零都到手了。这是飞上来的吗？还是开车过来的？两个人好像在干仗。太慢了，没办法。这里不会有人吧？是不是再不抢人头，我人头都没了？揪起来了！再不进去抢两个人头，这怎么会揪起来呢？他有自救器。我操！哇，真的人满了！这个逼还有自救器，我靠！亏大了呀，我操！妈，那个树林里那个老雕。